大家好，我是小刚，今天继续行走在贵州大山里面航拍。那么发现大山之上有个农田，那么田里面有一座小山头，那么这座小山头上面还有一个小房子。好，我们慢慢跟着镜头靠近看一下。那么这样的大山这样的山头非常的少见。就是说田中有山，山中有房，非常好的一个小山头，简直就是一个风水宝地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如果说我们在这座小山头上面建房的话，建一座小房子来居住的话，把这个小房子或者是把这个小房子稍微改造一下，在这里隐居，那是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，就像世外桃源一样，周围都是农田，景色优美。那么这样的大山环境大家是不是大家所向往的这个大山生活呢？好，我们就继续跟着镜头来体验一下贵州大山里面的这个田园美景，还有看一下这座小山头怎么样。好，我们就继续跟着镜头来看一下。